谢谢。就没有限时间嘛，哈。没有没有。好。回来再给我们工作人员就可以，谢谢，我们要对账就好了。好。这样子好吗？可以。那只有那边可以动啊。对，它、啊、可以踩啊，你可以用踩。踩没有，不会动力啊。链子。只有你有动力而已啊。啊。那我来拿，镜子我来拿，你负责调。我来拿，按你负责骑车。对，因为两只手骑比较。那、啊、你不是要录？啊录，我在动啊，它这样是录，已经都在录啦、啊。哦这两边是一般的刹车、哦嗯、你下车要拍照的话，嗯、要锁那个手刹车。刹车这个。对，要压到底。好。没有，你这个要压到底，就是，嘿，对，嘿，压着，对。然后放开。对，然后两边都一样。两边都要锁。这样才安全，才会不会跑掉，才不会溜车。嗯。然后你就是，油门跟刹车不要同时带着。嗯。好。对，你就是慢慢的拧就可以了。好。因为这个速度比较快，你等下两个脚都要放在踏板上，才不会失去平衡。好。然后我们这边有地图，好不好 ？OK。哎，等下第二个路口右转就是波浪大道，对，第二个路口。哎，还有任何问题，上面有电话哈、哦。好 ，OK， 好。好。你要先解锁，然后电源。嗯，打开。OK， 还没开，还没开。Okay. 有。OK。好，去出发。慢着，我慢你哦。慢，脚都要放在踏板上 ，OK 哈、哦。第二个路口，可以可以。其实骑车还不会，好难骑啊！我那时候不会啊，不习惯啊，你就不能骑快了，慢了、啊，而且刚开始骑。速度很快、啊，我抓不到感觉。嗯。脚踩好慢。哇，整片都漂亮。我还没开始录哦，我还没开始录哦。啊！我要先按那个红色那个按钮，要按下去。好，开始。啊！我以为已经在录了。哦，没有看到东西就没有在录了。你不是，要红灯才开始录。没有，它里面有镜头，那个东西跑出来啊。方向灯。对啊，里面有那个跑出来啊。不是，等下会自己关上去。哎，进了，对，两台是。它红灯亮才是开始录了。对啊。往前看。要用一点点电了呢。我早上一起来就这样，没关系，等下没电再给它充就好了。好，这个也可以插那相关电源，继续用。可以。哦，没电了，要变红灯，哎，不按。那只是已经关掉而已。哦，没有插哈。没有插了，拿着路就好。好。那都是人呐、啊。那当然都是人呐、啊，慢慢走啊，下去就没有了，下去就不会了。然后拿相机拍，等下停着再拍。哎，对，然后拿相机不要这边走边拍，危险呐、啊。停下来拍再走，这样子再停在这里，再停在这里，嘿，啊，您人下去也可以。对，您下去也可以，这里有一个博朗大道的牌子。啊啊。你要停在那台前面。前面，后面吧。那两台的前面还有一个位置啊，哦、还可以停啊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停在这里，这里没有牌子啊，博朗大道的牌子啊，你就可以下去拍啊。冰城五度有1.4公里，还不习惯啊！哦，对，这样就不会滑，哎，关掉，好，好，那你我这个给你拍这个，按、啊、你那个拍那个啊，啊，记得哪一台啦？我们车子不要记错啊。